你现在应该是在休假。对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胡蓉？我不知道，凑巧吧。红队，别叫我红队，我现在是张夕阳的儿子。刘静不见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什么时候发现刘工不见了的？刘静今天没有去上班，他没有请假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发生过。 有没有跟他老婆联系呢？就是他老婆联系了我们，他老婆从昨天晚上一直在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一直没接他老婆电话。今天上班以后，他老婆电话打到办公室，才知道他没有上班，就赶紧联系了我。